哦，这期我来教大家做一个品牌的 logo， 那非常简易，非常的硬核哦，就是用牙膏盒做的。然后在拍视频的时候，你把它放到这里，哦，这里，哦，好，这样就不怕抖板了。先把这个牙膏盒剪开。然后把它折一下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准备把它这样立起来，然后然后就差不多了，是这个感觉的。就是这个，贴在上面。嗯，然后就非常的棒，然后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对，小 logo 已经做完了。然后下期的视频里我就把它放到这儿，这看不见，看清楚点。放到这儿，好，那就放到这里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就先关掉。